大家午安，我是陈莹，收听新闻线上 online， 快乐来相伴。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能够邀请到太田水树工坊的扎副总，扎贤峰副总，这个扎姓好特别哦。对，因为我当下我看到你的名片，我就有点想说，诶，这个是满清的后裔吗？对，所以来先介绍一下自己。各位亲爱的快乐电台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太田水树工坊的副总，我叫做扎延芬，那个扎就是调查的查，对，破音字念扎，所以比较没人性，比较特别一些，就比较少数一些啦。是因为我们好像会在那个这个清朝这个巨的那个名那个人名里面看到这个姓氏啊。哎，是，其实。知道吗？那个写武侠小说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叫金庸，对，《射雕英雄传》哈，韦小宝这些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老师叫做查良镛，金庸是他的笔名。哦、对，我很荣幸跟他是同一个姓氏哈、哦。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金庸的本名是，不知道老师是姓查哦。对对对，叫金老师，没有，他是查老师。哦，原来他是查老师。对，他是查老师。好，我今天也是知道。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查副总要给我们带来这个很新的一个健康理念。我当下我说到，我说清是什么？清健康嘛，对不对？但我很好奇这个清到底是什么呢？对，其实是这样啦。其实我今天刚好穿公司制服，清就是水素哦，水走在日文其实意思就是清，对，它就是泛指清啊、哦、清水啊，所以他们说清就是气体清啊、哦、那水素、然后呢水素水就是清水、那在日本已经风行很久的一段时间，对，是在目前在台湾的推广大概就是十多年这样，不过就是比较新的议题需要需要您的介绍啊，是需要谢谢您这个对来接受我的这个访问，我们来介绍这个新型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理念。那它的这个功效到底是在哪一个部分 ？OK， 其实我们在以前在念书哈、元素周期表，你知道要哎对，300多个要背，氢、锂、钠、钾、卢、铯、钒、铍、镁、钙、锶、钡、镭，哇，真的是元素周期表乐乐等。现在有一个很方便的方式，他们把它转换成流行歌曲了，唱 rap 吗？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是。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啦，那它原子数的第一位最轻最小，可是宇宙里面有哦，那就是氢，它就是氢。那氢它在我们身体其实也有，在肠道里面，我们每次放屁里面也有氢，也有，是的，只是不要拿它点火啦，哈，对，它气味不好闻，对，所以健康的人每天我们在肠道里面也都在制造氢，那但它是其实氢哦，它这个物理性质来说它是没有毒性的，然后呢，在人体也没有任何营养，然后呢，你身体里留不住它，你关不住它，它会。在身体里它会从皮肤从头顶一散那我在推广我们在现在在推广的这个氢这个是什么呢其实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消炎哦这可以消炎、它可以把身体里有害自由基包覆还原透过尿液代谢代理体外就是再排出去就 对所以没有营养没有毒性身体留不住它可是我吸入或者是我饮用清水它可以把身体里有害自由基包覆还原透过尿液代理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想成哦它在帮你清垃圾所以它有点像人体的这个清道夫这种概念、可以这么说那陈主持人我们陈莹来说明一下你听过说吃咖喱对身体很好吗？咖喱有好像之前对有听过哈，对，因为咖喱里面有大量的姜黄素，对，那姜黄有姜黄素，那它吃到身体里它不消化，它会在肠道里产生氢气，
所以异曲同工之妙哦，哎，所以文献里面，在文献里面，在研究上面也有同样的效果，同样的效果就是这样。对，但是它其实是吸进去，可是你刚刚说还可以喝，嗯，清气怎么喝？是啊，就是现在我们讲到清，它对人体当然有很好的好处，就是消炎。那怎么摄入到体内？对，第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有一台设备，那它马上制造新鲜的氢氧气。氢氧气，知道氢气它毕竟也是一个活性的气体，它跟瓦斯一样，它很好。可是你要正确使用，不要对它点火。哦，真的。哎，对，我保证说，就不要把它聚集，不要做氢气球。哦，那它大家会第一个听到氢是，哎，会爆炸吗？对。其实重点是聚集过多，的确有这方面的疑虑，所以我们是不做储存，马上制造。马上透过鼻吸管哦，是马上制造，马上去吸入到人体，是新鲜的，就是马上制造出来新鲜的，所以是氢氧气，有氧有氢，因为人必须要有氧气才活得下去啊。对，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部分，就是我有想到之前好像有一个很流行的方式，就是吸氧气的过程。所以你刚刚我们好像有简单分享一下吸氧的跟它的一个不一样之处、差异哦。其实是这样，就是健康的人体并不需要过多的氧气，只是说你偶尔说我要爬个高山，或是我要去青冈藏高原，我可能备一个氧气瓶。就是稍微补充一下但是它只是偶一为之的行为，是健康的人体绝对不能有大量的氧气介入，不然不笑一个小时整个肺就会白掉了，过多过多也不行。所以氧气它其实是需要医护人员、医疗人员、医师针对这个患者的状态，我建议你要在家或是在医院，那就使用多少 CC 的氧气，这要很精密的去了解。正常人不能这样操作，正常人操作会 over 就会过氧。过度的氧化，所以吸氧还是要谨遵医嘱。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我说讲是高浓度的哈，所以我们会再看到，诊所很多都有那个高压氧舱和高压氧治疗，所以它已经走到治疗行为了。那所以我说，正确的观念是一定要跟医生良好的沟通，有需要我们才做，那没有需要的不要过度，是，所以我们吸氢这个部分是类似可以做一些家庭保健的部分，是这样子想吗？对，它目前在台湾是一个合法的保健方式哦，不牵扯到疗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当然在海外，像我们最大的输出国是在日本，那它已经把氢跟很多的辅助疗法是放在一起的，对。但在台湾，它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做治疗。我们做的是氢的保健保养。好，那以吸入氢气保养身体，那它对身体的好处，刚有跟您提到，它就是会我们容易把身体的老废的这些脏东西、不好的自由基包覆代谢。对，那我们如果健康的人偶一为之哈，对，一个礼拜两三次，我吸个氢，会让我们的体力非常的好，然后非常不容易感冒，这是对正常人。那就是敏感性的体质吸氢其实是一个好处。它会很好睡觉，而且很好排泄，这是状态。那如果有遇到身体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像三高的好朋友，那他也非常适合使用，但是时间要加强，因为身体里面的状况比较多，发炎比较多。我们的建议就是至少每天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个吸氢的一个过程，吸氢的一个新氢氧气的过程。那它很容易在我们三个月到半年要回诊拿药的时候，会发现身体的状况有比较好的改善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身体的指数就下降了，因为三高，因为其实他的有些很多就是血脂肪、血糖这个问题，没错，那三高嘛，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对。如果我这段时间保养得宜，其实重新回到医疗院所，医师他们帮我们要开药，他也是要依照你现在的这个生理数据来看，保养得很好，状况好呢，加减量，甚至可以停药，但不是说疾病消失了，而是保养得宜，它还在，可是或者是我们体质如此，对不对？对。但你跟你身体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和解，那这个状况就会改善。对啊。那
药可能减半，甚至到可能停药。那如果是针对比较重大问题的客人，我们就会很建议他可以带着睡觉。带着可以睡觉哦，是的，入眠就对了。是的，是的，是的。哦、那所以目前呢，我们在台湾非常的鼓励，我们也全国有据点啊、就是希望从南到北，从台北，然后呢台中，在台南、高雄，甚至花东地区都有相应的一些门店。对，主要还是希望，我们来看一下门店，我们有，对，我们刚刚有，对，这边就是我们在台北、啊这个、板桥。板桥捷运站附近的门店，哦、这门店、哦、那里面提供什么服务呢？哦、其实可以看到，哎，这个环境很优雅、啊，就有点像我们这个美容院的这个概念、哦、有像，可是哈、哦，但它最主要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吸清的空间，对，是哦。吸金的空间，对，那就没有放进来了。美国没关系，好，没有。主要就是在里面，有一个吸清的空间，来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如果你吸了清气，当天晚上是不是就睡得特别的，是特别香？哎，是这个吧？哎，有，啊、对对，是这个沙发，这个哈，对，有一个沙发，然后旁边就是、我们就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就很舒服，然后吸清气。哎、这个有点像我们就是足底按摩之类的那个类似哈，就是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地方哈。主要这个议题在台湾比较新，那它在日本大概已经有多久？差不多2007年，2007年、哦、一位教授他就做了一项实验，他就太田成男教授，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把老鼠的颈动脉夹住。模拟人类中风的状况，中风。那他在这个期间又让供应这个小老鼠，让他有吃啊、有食物，但同时他供应一组是吸清气喝清水，那另外一组是吸空气喝白开水，一样中风都还是可以维持生命嘛？哦，对啊，三个月以后解剖。哦，就看身体的这个，看对、哦、哪一组哪一个，因为一边是轻，然后一边是 natural， 一般是啊正常的状态。对，好，我两边做一个评比，结果发现使用清水清气这一组，它的状况血管的恢复的状态啊，生理的状态，哎，有蛮好的消炎，所以他把这一篇投稿到Natural Medicine 自然医学期刊，这在医学界是一个点数很高的等级。他投稿上去以后，日本就起笑了。怎么说？哇，就很轰动啊！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只是自己设想，自己说口耳行销，那其实有时候比较是哈，没有依据、哦，情感式的，对 对，没有依据的。哎，对，那一旦正式的走到这个。保健，你要讲保健，要往更深层的研究来，那你要有实际的实验，对，没错，一定要有数据，你才能说话，以数据说话。所以这个实验一做出来以后，日本的氢的产业走的是保健哈，水素的健康这个议题就如雨后春笋，好多厂家都出来了。那我们也很荣幸，就是我们公司的创办人林文章董事长，他在2010年前后在日本金泽大学5年任教的时间，很有趣。我们原本去是跟人家报告说氢哦在能源环保上面的应用，去你不知道，有时候你台下坐的听众，对，哎、他是什么人啊？卧虎藏龙啊！他就跟你探讨说，哎，后面就 Q&A 就举手了，哎，林博士，你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发明家，对，啊、你为什么不做一台？人可以吸得清啊，为什么你都一直往环保科技这块想？哎、欸，那林博士很有趣哦，林博士科学家就是这样哈，你给我实证，我就相信。我们总是要站在前面的巨人的肩膀上，对，哎、欸，再来深入你的这个研究，我们来论证，对不对？没错，是。后来呢，论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商品也出来了，先卖日本。后面隔2年以后再来到台湾。对，我可以分享一下李登辉总统的小故事。有，我们背景已经在放李登辉先生的这个吸氧过吸氢过程，吸氢的过程。对，李登辉先生呢也用了这个吸氢保健康的这个理念的这个部分了哈。然后呢，那我想要请我们的副总再来聊一下这个
这个小故事，对呀、啊，对呀、啊，这个谢谢我觉得应该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年纪大概都会有一些上年纪，所以讲到李登辉先生，大家应该耳朵就会应该竖起来了。对，我来分享一下小故事，对，因为比较艰深的学问后总是硬邦邦，生活上的小故事给大家分享。我刚刚也在想说啊，这个西青到底是什么？我心里面也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对。对好的，主要是这样，就是2014年、有一个午后，我们公司就接到了冈山警察局长的电话，就打来生气，就说：“吼，恁即马公司盖大买哦，啊，头家吼，就是李先生伊遐敲电话来，恁拢甲因挂掉，人讲要来恁公司参观呢。”结果两盖第三盖的警察单位、哦，那真的是太。大牌咯，大牌是诈骗太多哦哦，你对，因为他的有这个有声量的人，人家都想说，哎，怎么会来？我的特助接到电话，我们公司特助接到电话说，那我柯林，你别来哦，那我柯林啊，夸夸，电话就挂了。哎，结果我们就真的去找特助问，他说有啦，有接过啦，可是想说总统怎么会来，怎么会想来我们工厂参观哦，所以就电话就挂了啊，但是。却没想到那是真的，因为总统已经那时候他已经是退休哦，但他对台湾的各个产业都很关心、然后他想来看看我们，他本来就有在关注说在做氢的厂家、那 OK， 那他在一个礼拜六的午后来公司参观、是你知道吗，前一天好多人到我们公司拿着扫描器上下左右大巴，隔天元首要来，他今天要先来给你突击检查，怕你们有没有歹毒之心哈、哦？有没有？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去的，对，因为也是之前总统去他那边用餐，他是私房料理，也是就是要前面来好、那你知道那天我很荣幸哈、我留下来接待，那前面就该跟总统报告啊，我们全系列的氢的商品哦，从环保到能源，那到安全的这一个气体的这一块，是最后哈、就想说。我们台湾的大前辈就是关爱我们的长官来了、那我现在如果跟他讲他是为能源来的、如果我这时候跟他讲说我们已经推出可以吸入的氢气、我很担心，我觉得他会不会觉得我们头脑乖乖的哦，2014年这个是真的是100，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对，真的十年前的事，所以我那时候鼓起勇气、我最后还是说，我说我之前就有跟我们公司通报说，是虽然总统为能源议题来，可是长辈来关心我们，我们很想告诉他我们现在发展到西青，然后对啊，十年前真的是还是需要一些勇气公布，然后他就说、哈，你现在在做这个哦、我错一下，我说真的，我们的元首真的是博学多闻、他的时候十年前他跟我说、啊，你在做这哦，我从日本进口水素水已经好多年了，我用它来保养身体。啊，你现在在用这哦，我改当气化买老客户，他不是被我们推广的，不是他本来就用他已经有这个观念，有这观念、哦，然后后来就很荣幸我们的。保健方式哈，吸入的氢气也成为他的一个保养的 pebble。那又感恩他老人家。那我们当时还有跟他的就是主任呐、来询问说、我们这些照片可不可以露出？是，就他真的有帮我们请教，然后他说，老先生说，有恭敬说，老先生说，他不是你的代言人，但他认为就是说啊，确实他不是代言人，但他了解到台湾的各个产业很多都很优秀、很多都外销很好、可是在国内还很新，他认为就是说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保险的方式啊，你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厂家，我不是你的代言人，但是我的使用照片，你相关，你如果有相关的报道，你拿去用没有关系。好、那因为他了解一个产业不容易，需要真的一个新产品，民众的新的一个健康的观念跟产品打入市场，其实真的需要一点点勇气跟一些我们前车的人推荐了哈。那最后。
的时间我也想跟大家报告，让我打个书吧。好，来，这本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集结我们这四家，就是说我们这个我是产业，我就是一个设备商。那你理解我们总是齁卖瓜说瓜甜，那你知道我们开始把这个西青的这个保健的形式对运用在很我门店要开，是让民众想知道议题，他想尝试，他有地方可以去，对不对？那另外观念，青真的可以保健吗？哦，这是一个问号。它真的可以消炎吗？这些都是问号。所以当我们开始跟国内的一些医生在做报告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告诉我说，你不要跟我说李登辉总统在用啊，或者你不要告诉我谢长廷大使也是理解这件事齁。对，我们医生是实事求是，我们要的事情是要验证，是要经过实际的实验，所以我们不是你搞恭贺的贺，他们需要定时定量人体实验，要确实有这些实际的状态，真的是这样。所以这本书呢叫做西青保健康，由国内多个权威专家，我们在南台湾，因为我们公司在南台湾，所以我们跟南台湾的长庚、高雄荣总、高医、然后还有义大医院，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人体实验。那这些实验呢，其实在的确实就是比如说是针对突发性耳聋，或者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肺癌的标靶药物用药以后造成的副作用。那我确实要说的是，我们探讨的主题都不是氢气来治病，不是。其实现在合法的治疗的方式跟方案早就有非常多的研究，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医生他们在帮我们诊疗，我们要因时因地制宜，每个人身体的状态又不一样。对，但是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往往产生的就是我的治疗效果是很得意的，我的可能肿瘤或是我的状况是得到缓解，但是肿瘤的问题被克服了，却造成其他的发炎问题。对，那刚开宗明义也讲到，就是氢它对身体有很好的保健效果，透过发炎能够被综合的这个机制。对，你刚刚讲异位性皮肤炎，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我听说了好像很难治愈，但是如果这个也是可以做改善，它可以改善，像现在在那个我们高雄长庚郭和昌医师的诊间，那他在做的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实验，就是小朋友来看，异位性皮肤炎起来就是全身性的哈。对，那他的做法就是双手，我两只手同样的大小的位置哈，我两边一边敷 RO 水，一边敷清水，然后呢湿敷30分钟，然后针对他的红肿状态、色块、颜色的深层，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应该怎么讲，就是有没有组织液渗出，对，然后呢前后做比对，它有一个评分的表格，他做了将近30个小朋友，就发现就是说在30分钟的湿敷上面的确清水是有它的好处在的，我们现在讲的都不是治疗，就是针对消炎这一块，消炎的，对它的反应。那你现在刚好在看的这个议题，这个议题呢是我们刚好，因为我们这个台湾氢分子医疗促进协会齁，它是一个内政部正式核准的一个协会，那这协会它的理事长是我们高雄长庚医院的郭和昌医师，副理事长呢有两位，一位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林文章博士，对，另外一位是义大癌症医院的副院长黄明贤黄副院长，那这还有大部分的成员其实都是我们南台湾的医界的医师，因为我是设备商，我有设备，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我们这些设备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我们看到那个文献上面的好处，对不对？那所以所有的实验它的每一个环节，就是每一个它所使用的设备都由我们无条件供应。那也感恩就是这些科学家、这些医生，他们都有想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像黄明贤副院长，他遇到的问题是，他是国内胸腔科的权威，那也提到就是近期哈，不知道是因为气候还是因为环保的问题，我们台湾其实肺癌的发生率是很高的。那就很多个案，其中一个例子好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的患者呢，就是不到60，不抽烟哦，一辈子不抽烟，可是就得到了肺癌。那得到了肺癌以后呢，用标靶药物
控制得宜，因为他刚好帮他做过检验，他的身体是适合用药的。嗯，那一天一颗，一颗一万。嗯，感恩台湾健保，一个月30万的药费，健保买单。嗯、哦，真的真的、嗯、那治疗了一年多下来状况是诶人活下来啦，那肿瘤缩得很小，状况很、嗯、站在医生的角度会觉得我控制得很好、嗯、哦，这个很有效，你继续用。可是患者哭着跟他说，医师我很苦，为什么、嗯、因为他活下来了，可是他的手指甲脚趾甲都蛋嘎，就是蛋嘎，是蛋嘎，就是那个叫什么讲，甲沟炎，哦，甲沟炎，全部你能够想象，就是你一只手指甲，要是你一只手指甲没剪好，哇，你今天切洗个菜，洗个头，马上哇哇叫，有没有？只要一个指甲破了，嗯，没剪好，一块肉在外面，你是不是碰到水，你痛死？可是常常我们在治疗上面的副作用，它的部位伤害的就是整个指甲边缘全部是。浮起来，指甲浮起来，旁边都是烂肉，很痛。那脚也是。那我们的实验就是，氢气辅助在肺癌的标靶药物的副作用的上面，嗯、所以就让他带着睡觉，带着睡觉，哎、带着睡觉。哦、那确实在这将近二十起的这个人体实验案上面，就会得到说，哎，确实医生诊疗是针对。症状，医生他针对症状他处置了、嗯、他有效，但是呢发炎问题的确有透过轻不同程度的缓解、嗯、所以可以说他在生活品质上面是提升。那对、嗯、这些专家、嗯、比如说这一本书里面的作者，比如说有郭和昌医师、嗯、然后还有我们高雄长庚医院的胸腔科的刘世峰主任，然后也有义大癌症医院的黄明贤黄副院长，他也是胸腔科的名医、嗯、那另外呢还有义大职能治疗系的李炳嘉主任、嗯、他的研究是哎中风在这个过了这个哎怎么急性期以后，你就要回到缓和的状态、嗯、你就要开始进行复健，对不对？对，如果我在复健阶段把氢气吸入纳入一起来做治疗，哎、嗯、这个部分能不能就是两边来比较，我一边用传统的方式，我一边是传统的方式加上氢，结果得到的结论是、嗯欸、有加上氢有得到更好的消炎的成果，就是以加分的方式、欸、对对对、嗯、他也发表在美国的这个期刊上面，化学期刊上还得到封面嗯，那说明这个东西是真的是，所以它是有一个、嗯、应该这样讲，我们现在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治疗方案、哦、可是它是合法的保健方式，保健方式，但是台湾氢分子医疗促进协会、嗯、它主要是能够推动，它很希望把这些就是不是嘴巴都是我讲好就是好，我们要经过验证， 对， 对，我们要经过验证，那也很期待能够比较像日本，有一天也许它会成为治疗的方案之一，而不是叫做辅助的保健。嗯、目前合法的是辅助的保健、哦、嗯，那所以我也觉得很开心，谢谢陈莹，嗯，陈小姐、哦、嗯，没有，是美丽的陈莹给我们这一个可以说明的机会、嗯、是，所以我也感谢你来分享这个这么这个特别的议题，特别的议题，这个健康。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哈、哦，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有点像，就是类似我们就是美容院这个，因为有时候你说上班，那有时候去那个什么，我们要去那个什么、嗯、什么去我们女生做美甲，美容美容这类似这种感觉、嗯。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大概就是休息一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应该很是舒服的。预来吸清，其实常常有客人哈、嗯、一吸下去，嗯，就突然很深层睡眠了。嗯、原因是它能够帮助放松，帮助啊、哦，嗯，帮助放松。然后呢，也可以来喝清水，嗯、所以。欢迎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好朋友们，然后如果听到广播、嗯、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你可以上网搜寻太田水树，那我们就从台北板桥，然后呢、嗯、台北的北门，然后我们的台中、嗯、台中在市政北七路北七哦可是没有高雄哦有还没讲完、哦、七期
正北七路，然后呢，台南哈、哦，台南、嗯、台南在东门路、嗯，然后高雄呢，高雄好几个门市哦，嗯，高雄有高雄长庚医院里面是、哦、长庚医院有长庚门市，然后呢还有中正路门市，然后在中正路，嗯、然后呢另外还有后一门市后火车站靠近高一、嗯，那另外还有高雄的博爱门市，嗯，帮助大家来服务，你可以到这些地方呢，来吸清气。喝清水，那喝清水，嗯、外服内用都很适合。喝进来，哦，肠道也帮助上厕所，对，还可以美容养颜。对对 对, 对，我们还记得那个异位性皮肤炎的女生应该是美容养颜比较感兴趣了哈、哦。对对 对, 对，而且炎炎夏日，哦，真的 OK， 来体验一下。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家主那个家副总带给我们、哦，我想带个礼物给您。我跟您报告，如果今天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好朋友们、嗯，你对这个议题有兴趣，这本书420元、嗯，在全国的开价的这个书局都买得到，当然网络上你也可以买得到。嗯、那我会提供三本送给、嗯、三本送给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好朋友啊，是，如果你们有兴趣啊，欢迎跟陈莹来下面留言、哎、下面留言的对前三位我好不好寄过去，好，我们前三位我们留言好不好、嗯、那我们就有这一本吸清保健康的这一本健康养生专业权威医师们告诉你对到底为什么清、嗯、哇，谢谢赵副总再来这么好的礼物给我们的粉丝朋友，谢谢谢谢哈。那如果当然你是听众朋友的话，也要手速去我们的快乐联播网的粉专呢去点赞，然后留言吸清保健康，要前三名吸清保健康五个字哦，一定要写清楚哦，吸清保健康好不好哦，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拜拜，谢谢。